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静。刚才呀，有下一场雨，挺大的哦，叶心上都是水的，要看一下。然后后面啊，又买了一个吹水器，这个功率很大哈，也是那个喜绿那个品牌的。后来他没卖那个198，只有这个238的。大家看一下我吹啊。这个是很好吹的哈，你看一下，有水呀，一定要吹呀。没出现太阳，一下一下就完蛋了。我刚才再来看一下，赶紧下去拿哈。特别这些莲花做的，心啊，比较绿的，一定要吹啊！你看看，都有水吹出来，这个正好吹啊！还是等下看一下续航能力，很久。它太阳会灼伤啊，如果有水大家都知道。哇，这时候太阳赶紧吹一下。你等一下可能还要去那边吹哟。这是正中午时间啊，你不上来吹，它就真的，等下太阳一晒一下就完蛋了哈、哦。你要吹一下，对吧？叶青这时候水不多，因为我早上的时候那时候雨下的不是很大，但是还有一点点还是要吹一下啊。
特别这些莲花做的。听着嘛，哇，这里又出一个头了，你看看，又干掉了。这里又出一个头了，对吧？就这样子，哎呀。我太阳一炸就不得了了。好，今天啊给楼顶的多肉又出一下水啊，大家如果夏天啊怕被雨淋的，一定要给多肉出水啊，在家里有空的时候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啊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。